宝煞提丝镖，耳目放啊光好，人称金银宝，呼啸问。是某逃之在这霸山之上招募漏兵，占山为王，每日山下掠强，倒也逍遥自在。看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免下山掠强，老伯罗的带马下山。其中一伙占山岗，为我多尊谁敢当，猛虎啸一声塞地王，山寨缺少两火枪，因此谋下山打劫该王，可虑买卖一心堂，翻山越令了你们逃不前的闯。
上的你，你要记下了，是真是，在家亲历好，吃来是是难，快些回来。去了，收拾就要回来的。阿来，带领老路下山猎枪，一不可虑，二不心伤。那日自将永不忘，土台坐地坐的女子长得十分美貌，俺不免将她抢回山去，岂不是好？嗯，喂，喂，喂，这一女子，你在此则甚？问的是嬷嬷。嗯，是你。哦，我是新路的，在此等人呐。你等的是哪一个？等我那侍女少春。哦，侍女少春。她往哪里去了？她往千村与我儿子买高干去了。哦，买高干去了。这一女子长得十分美貌，俺不免将她抢回山去，做过第二的压寨夫人。嗯，喂，这一女子，老朽对你失说了吧？俺乃巴山寨之金银豹，见你长得十分美貌，有意将你接上山去，做过第二的压寨夫人，你是了我推辞的了。住口！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山强民女，难道你就不怕王法母？哼，什么王法不王法，让我落的！老夫临河
身为宁武关总镇，燕国半北西夏无二，今日出门散散心门，请缨有感压路是。看看哪里来的婴儿啼哭啊，这荒郊野外的哪有什么哭声啊。哎，那边路上好像有个婴儿。哎呦，老爷是个大胖小子，在我看来虎牙果然生得眉清目秀，想待扶手紧一面，不知何人抛落在此。也罢，不免将他带回府去，交与夫人抚养便了。正是，若非老夫有善心，焉能天赐麒麟根？夫人哪里去了？哦，是了，行事耽误不济，去往前村寻我去了，待我跟上前去。啊，夫人，后村来了。
我的心事你哪里晓得呀？心事啊，我不猜便罢。若猜呢？准猜个八九不离十。哦，好好好，你就与我猜上一猜呀。八成是刚才看戏的时候啊，您看上我那俩小人儿了吧？啊，不错，我的心事倒被你猜着了。少时我还要到你们府中走走啊。哎，我爸爸不在家，你上我们家干什么呀？我与你父难事手足，你父不在家中，我就去不得了么？嗨，你哪是跟我爸爸讲什么手足之情呢？分明是看我那俩小人吧。哎，这事儿要是让我二婶知道了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你有所不知，你那个儿身哪变了脾气了啊。哦，改了脾气了。变了脾气了。哎，那咱们这就走。走。哎，走啊。心花怒放是难哪。挣我下了五百，
身去，我陪你到那相问说。好吧，咱们去吧。有请二爷。何事？戚夫老爷请二爷过府议事。哦，待我请往。你说了花枝香，心中不闻，我不免到戚夫拜见天伦。啊！急急忙忙忙。没关的，来吧，来吧！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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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参见大爷！你们家二爷在家呢吗？西府议事去了。星二奶奶起来了吗？哎，正在里头梳妆呢，我给您回禀一声的啊。自家亲戚，不用回禀，去你的吧。是。嘿，有的。二弟不在家，拿我二姨妹开会信去。正是，二弟出了门，我前去看小姨儿。是一样。哎，不不不，
他们这边的下人伺候你，伺候的不周到。他们不敢。什么不敢呢？你瞧你这衣裳都旧了，跟我回去，我给你做几件新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家常衣服何论新旧呢？哎，这新的可比旧的强得多呀。大姐丈，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哼，你瞧瞧，我们这屋子里头倒是写个女子，唯独你这么一个男人，在我们这屋子里头，你这么叨唠唠叨唠唠，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快给我走出去！哎，这这我出去，我出去，真厉害，给轰出来了。老爹爹他命我吃闷公案，倒叫我心流连，难舍心难还。二弟回来了。打过来了。恭喜二弟，贺喜二弟。西从何来？你真是一箭双雕啊。哪有此事啊。跟我装糊涂。得了，你心里明白就成了。我说二弟，叫三姨妹陪着咱们哥俩喝点酒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大哥要喝酒。喝个双杯酒啊。怎么还要饮个双杯？饮个双杯啊。好好好，随我来随我来。咱们进来进来。娘子，官人，你且暂回了。朕是落花尽有之，不在随风流。好，三妹，大哥要饮酒啊。怎么着？你们俩人要喝酒吧？要喝酒啊！你们要吃酒，我也要吃酒。妈呀，你要喝酒啊？你一个人上那边小屋里自个儿喝去，这里的事情老太太您不明白。我不明白，你才不明白呢。您快下去吧，慢点走啊。怎么着？你们俩人要喝酒吧？要喝酒，是不是叫我陪酒啊？不不，是我们陪您喝酒。三妹，大哥要与你饮过双杯。双杯。我也明白了，想我们姊妹三人嫁给你们贾家两个，怎么着？分明是把我们姊妹都当成了粉头了，是不是？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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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喝酒啊，我最欢喜喝酒了。可是这么着，那怎么着呀？我得上座。好，要您请来上座。你们俩人给我斟酒。我们给您你斟酒。喝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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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心中就错，
够了。你不是还没喝够吗？我喝够了，我喝够了。哎呦，我喝够了。王熙凤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往后咱们大家
家好好的便罢，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三姑奶奶有本事把你们家的这些牛黄狗宝的都给掏了出来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你听明白了没有？我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，过来。哎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站齐了。站齐了，站齐了，站齐了。出去。哎呦，真厉害。大哥啊，我们饮酒啊。饮酒啊，谁今儿起我祭酒啊？才我得罪了三姨妹，娘子与我讲过人情吧。开门。谁呀？是我哇。姐姐，你要进来，你一个人进，别让那个混账东西跟进来。想嫁人了。
好好好，不日嫁与我兄弟宝玉吧。什么？我们女人要嫁人，非得嫁给你们贾家呀？什么宝玉了、金玉了，又嘚玉溜了，还怪不错的呢。啊，三妹，莫非你有了意中人？是哪个？快对魏姐施压！施压！Thank you.
力的撬啊。什么？用力的撬？撬坏了锣你赔得起吗你？听我跟你说，有点事儿就对得起你，凑合着听吧你。啊啊，行行。饺子里面还有人呢！啊，我知道有人，他又不是鸡蛋，他可怕碰的。你这是怎样讲话？我就这么说。你这是怎样讲话？快快快，吵什么吵？吓着吗？小姐担得起吗？你？哼！哟，这什么饺子呀？你怎么这么点儿啊？哟，这饺子什么色儿啊？红不红，黄不黄的，紫花毛来月白色儿啊？这是，哎呀，哎，怎么着呀？这是我们的花轿，你管它则甚？哼，你管它则甚呐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聘闺女的，今儿个我要开开眼。哎呀，天哪！想我赵鲁汉。人虽贫穷，志气不穷。如今被他耻笑，朕真岂啥人也？轿子里还有人呐！
说什么？我说你们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？啊，这是怎样讲话？这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？要我呀，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。哼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她爱哭，哭与不哭，你管她做甚？怎么样？你管她做甚呢？你还别横，到了婆家还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呢。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小姐，她又哭了。你管他做甚？你管他做甚呢？你呀，跟人小便狗毛，小姐，他不告诉我。Thank you.
敢拦着，唯有这锁铃囊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，还指望着他抱外孙子呢。这都是神话凭空造字罢之，那符号铃儿那有神，送到几个财神也是妙，小小男儿活不活到九个一过神穷呀。哎，得给定了。老大爷，请过来。你又做什么？这回算你们哭出理儿来了。我们小姐瞧你们姑娘哭得可怜，把这锁铃囊就送给你们了。这里头装的都是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珠宝，全是值钱的东西。拿去吧。我们不要。我、哎、送给你们了。哼，我们不要。我有的。这年头给钱都不要，难得。薛大爷，您送去吧，你们俩聊得来。啊，老先生，请过来。哦、老哥哥何事？我家小姐听你女儿哭的可怜，故而将锁铃囊相赠，里面珠宝甚多。老先生收不下，萍水相逢怎敢收手啊？倘若不收，岂不辜负我家小姐一番心意？哎呀，使不得，收下吧，使不得，收下吧。哎呀，天哪！莫非遇见了活菩萨不成？啊啊！教中的小姐听你哭的可怜，将锁铃囊赠与我儿，是为父再三的推却，他执意要赠，我儿收下吧。这，哎，像这世态炎凉，不像春秋天得遇好人。男儿收下，爹爹闻过恩人赏心，日后也好打报。哦，老哥哥，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？我们小姐姓薛，没姓。有目凡心，非为报应。瞧瞧人家这个风格。我们小姐说了，嫖母犯信非为报也。古天琴吹打起来。敲打起来，怎么着也敲打起来、那不用说，老爷子您是有了钱了、有钱了，您一有钱我就有劲儿。听着啊，我说你真有钱了、真的有钱了，听响儿吧、怎么样，十里的小人夸奖夸奖啊啊啊啊
自会冒犯不当，又将亲自相见，看见真情，使过连夜将余欢接进宫来，不想他也往长生殿去了。万岁，今乃七夕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，杨娘娘去往长生殿定是焚香乞巧，今儿个可是个好日子哦。今乃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之日么？是啊，万岁，何不趁此良宵驾幸长生殿，与杨娘娘唱叙这小别之情呢？呵呵，我的心事倒被你猜着了。哎呦，奴婢侍奉万岁多年，您的心事奴婢哪能不知道啊？待奴婢吩咐摆驾。不过高深引灯前往，遵旨。Thank you.
岁，闻听鼓乐声声，娘娘驾到啊！不过高僧，引灯前行。遵旨。
下文去很深。
身赐座。为病能够似他。
情相会，一年才得一朝，怎比得朕与妃子朝朝侍奉，夜夜同寝，甚可拿双亲不配依。且非多梦甚嫁重眷，三千宠爱尽在一身，只恐这日久难诉。这日久恩诉怎么样啊？只恐这日久恩素不免团扇秋风之旁。哎，妃子不必多虑，想朕与你的恩情时时地天长地久，今世不遇，非等闲可避。妃子，你看这双亲在上，你我二人不免明示一回，妃子一下如何？且非一愿。对天一别啊，如此妃子陛下请。双亲在上，我李隆基应一欢，愿生生世世一同一体，天长地久共为夫妇，天存有礼永不分离，在天愿做比娘。